激动的心颤抖的手。兄弟们，我又来开箱了。前段时间 UP 养了两年的日食暴毙了。考虑到近期日食苗价格直逼地摊三宝，所以作为日食爱好者的我还是忍不住入了两。哇！第一只全品没问题，第二只好像有点胆小吗，个头也比第一只小，看上去都很健康，没什么毛病。老规矩，原包装静养一个小时，静养的时候两小只一直在到处探索东张西望，同时用开水泡几片龙眼叶。然后泡一下电解多维，补充一下体力，简单欣赏一下日本石龟，是 UP 非常喜欢的一种龟。成长过程中背甲和头块发色，背甲将来可能会变成黄色、红色或黑色，属于古朴有质感的龟，非常有特点。好了，正式入水，适应一下新环境吧。祝愿你们健康长大呀。我是95527，喜欢日本石龟的朋友，可以关注我哦。